我们看这次题目，是比较下列各式的大小。好，首先我们看第一小题，这 log 以三为点一，log 以三为点四，log 以三为点八，这是 log 以三为点16。那么这底数都是三，三是大于一的数。那么这时候，这真数一小于四，小于八，小于16，所以呢，这 log 以三为点一就会小于，这是 log 以三为点四，然后小于，这是 log 以三为点八，然后小于，这是 log 以三为点16。这个答案。接着我们看第二小题。首先，第一个是 log 以0.3为底的0.5。第二个，这是 log 以0.09为底的4。那么这等于这是 log 以0.3括号的二次方为底的2的二次方。这时候这二次方提出去可以消掉，所以呢，这等于这是 log 以0.3为底的2。接着第三个，这是 log 以二分之一为底的一，那么真数为一，所以这是零。那么我们要以0.3为底，所以可以把它写成是 log 以0.3为底的一。那么第四个这一，我们直接可以把它写成是，这是 log 以0.3为底的0.3。那么第五个我们就要写到这里来。这是 log 以根号0.3为底的3。那么根号0.3呢是0.3括号的二分之一次方。那么这是3。3呢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9的二分之一次方。所以这里次方可以提出去约掉。因此呢这等于这是 log 以0.3为底的9。那么这时候，因为这底数是0.3，0.3是大于零、小于一的数，所以这时候真数越大的，这值会越小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比较这真数的部分，那真数呢，这里0.3这是最小的，好，我们写下来，这0.3。再来呢是这里，这是0.5。再来呢是一。那么再来呢是二，在这里。再来才是九，在这里。所以呢，因为这真数0.3小于0.5，小于一，小于二，小于九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取 log 以0.3为底的。那么就会把这不等式的方向换过来，这是 log 以0.3为底的0.3会大于，这是 log 以0.3为底的0.5，然后会大于，这是 log 以0.3为底的1，然后会大于，这是 log 以0.3为底的2，然后会大于，这是 log 以0.3为底的九，所以呢，我们以原来的形式来表示。好，那么我们答案呢就写在这里。这一会大于，这是 log 以0.3为底的0.5，然后会大于，这是 log 以二分之一为底的一，然后会大于，这是 log 以0.09为底的四。然后是大于，这是 log 以根号0.3为底的3。这个答案